胡杏儿为新剧《肥田喜事》增肥30多斤，短短52天便由原先的48公斤激增到66公斤，上围也因此而从 A 级暴升到 C 级，腰围则由23寸变成36寸。但报废后的胡杏儿顿时吸引了不少商家的欢迎，被邀请出席宣传活动，体重大增之后，收入也跟着大增。我暂时啫，暂时啫，几个月后就大家可以见面噶啦。放上边下嘢，唔该，诶，唔该晒，唔该晒，咁多位嘅，唔该晒。好啦，咁啊，呢个时候咧，我就将个台咧，俾啲掌声，我哋靓女先啦，小杰。啊，系啊，做翻啦。文爷啦，文爷啦，张，坐呢边。文爷唔该。文爷唔该。啊，严嬷嬷。坐呢边，呢边。杏儿为艺术牺牲变肥妹，但要恢复往昔苗条身段绝非一件容易的事，所以经过再三考虑，她终于选择找纤体公司帮忙修身。杏儿这次担任纤体的代言人，并非坊间所传价高者得，最重要原因是纤体疗程中她完全不需要服药，可是一个人正常人的体重在短时间内大起大落，对健康多少会有些影响。不过杏儿却表示非常期待恢复纤瘦的体型，不但体重下降，还希望纤体后身体线条可以更加亮。